一起打麻将的过程中，他那个提到了他认识那个道外区城乡建设局的领导，办那个经济适用房，并答应承诺可以转给他姑娘名下。干这个事儿不得找人吗？拿钱的时候就说就订房钱的40万，总共加起来是10万。蒋某到案的第二天，呼兰分局联系我们说，他那里也涉及一起蒋某的案子。对于切割船只一事，蒋某确实与戴某提到过，但其辩解称并未指使戴某进行具体的实施切割船只变卖的事儿。蒋某与戴某所说的身份以及声称规划开发的项目都是虚假的，蒋某想通过这种虚假的人设和项目骗取他人钱。